埃及怎么可以不看金字塔呢？事实上啊，在开罗近郊的吉萨地区，它就有好多座金字塔哦。看到我身后这一座大了没有？不止，这里还有一座。再过去啊，还有两座、三座、四座，很多很多哎。走，跟我一起看金字塔吧。不走近看啊，真的不晓得金字塔呢是用这么大的石块把它盖起来的哦。哦，这个石头啊，快要跟我一个人一样高了耶。厚度不知道，因为看不到接缝。好厉害哦，天马，这一座大金字塔，你知道差不多有多少块石头组起来的吗？230万块石头左右。哦，230万哦。听说他们这边这个石头啊，每一块呢，它大小都是差不多大的。看它这个体积这样子，哦，最少要好几吨吧？就是冰尊是2吨，两吨是2000公斤哎！你想想看，230万块乘以2吨，这是要多少重量，而且要多少人力才能够把它完成的？而且它堆得这么高，所以当初要盖这个金字塔，它要需要很多的技术，对不对？有考古家说，得从里面到外面去建的。有里到外盖的，啊，对，有人说这是外面从里面到外面盖的，嗯，一层一层的，对对对。只有亲自站在金字塔的面前，才能明白自己的渺小。这个完美的三角不再只是旅游书上的图片，而是耸立在眼前的奇迹。最古老的金字塔其实是西元前2650年的阶梯金字塔，是由着色国王的宰相印和田所建造的，而后发展出弯曲金字塔。金字塔的建筑技术才趋于稳定。哇，人面狮身像哎！有人说啊，这个人面狮身像，他的脸呢，可能是卡夫拉国王，或者是呢库夫国王他的脸。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在这边呢，守护这里最主要的三座大金字塔呢，已经好几千年的历史喽。关于他的脸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鼻子好像少一块？哎，少了这一块，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呢是被拿破仑的士兵打掉的，也有人说呢可能是当初啊一个伊斯兰教苏菲教派的一个教徒呢把他给弄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够站在这边看得到这个人面狮身像，已经很幸运，很棒喽。壮观的人面狮身像，据说身体的部分呢是利用原本就在此的岩山所雕刻的，再放上石灰岩建造的头部。至于建造年份，则众说纷纭。不过由于风化严重，目前埃及政府已经设立封锁区保护它，希望它能继续守护身后的金字塔。在我身后的这一座金字塔呢，它就是著名的古夫拉金字塔，它可以说是在这一区里面的体型第二大的。哇，你有看到在金字塔最顶端的地方，它是有一点平面的样子吗？其实听说啊，在最早以前金字塔它刚盖好的时候，应该就是要全部都是平面的。这样子的盖法呢，他们有一个很有趣很可爱的名字，叫做化妆石。嗯，这样子呢，听说在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就会像万丈光芒这样子到处乱射，真的很光芒耀眼，很夺目啊。在这边讲这么多有什么用，赶快进去看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进去这个古夫拉金字塔里面了。这入口真的很小，而且里面啊空气很不好，头都低一点哦。你的手啊，哇，好闷哦，黑茫茫一片，其实你们可能看不太到我。我倒着走好了，这里面的斜度啊真的还蛮大的。现在这里面其实我们才下来差不多不到10公尺，我已经满头快要都是汗了。你可以看到底下的深度真的还很深，这边空间真的超小的，还要跟人家交汇。嗷嗷嗷！我叫我叫！啊啊啊！很闷哦，我觉得我应该要带氧气瓶进来的那种感觉。现在越走到下面，我们大概前进30公尺左右了。好了，可以下来，头可以抬起来了。一脚踏进金字塔，就是突如其来的陡下坡。狭窄的空间让空气瞬间凝结，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不仅让人发毛。还好，下坡之后呢，出现了一个人可站立的大回廊。不过才持续没多久，
又是坡度很大的上坡，攀爬的疲累加上稀薄的闷热空气，眼前微弱的光线终于引领着我们来到金字塔的中心。这段隧道啊，又窄又长，一下子有灯光，一下子没有灯光，我觉得好不真实哦，感觉上好像走进了一座时光隧道一样。缺氧。我们走到这边，对，每个人都这样讲，快要缺氧了。前面这边，我发现一个空间。啊，好闷哦，闷到里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快要昏死过去了，因为这里面真的空气打不进来，觉得那个空气已经浓浊到你一刀可以把它切开。这个空间其实非常的大，很高，但是墙面上既没有壁画，也没有任何的装饰。偌大的空间里居然空荡荡的，只剩下一具石棺，都怪当时猖獗的盗墓贼，才会让法老的墓室落得这样孤单的模样。不过科学家已经证实，金字塔的形状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而这个建造之谜至今仍然未解。而我的探险之旅呢，也只能先到此为止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三步并两步？什么叫三步并两步？照哪里飞来啦？赶快离开这里！干多少个？我来恭喜两公。因为里面的气味真的很臭，又有大家流汗的体臭，又觉得有人在里面偷尿尿的尿臭，还有它里面的潮湿味，说连你这个埃及人都受不了，对不对？我不是说我还要在进去里面找一些，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看的东西要让你们看吗？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哎，不好意思，鸭子，我太激动了。虽然金字塔内部因为盗墓猖獗，目前已空无一物，不过每年呢，仍吸引上万的游客前往朝圣，只为一睹世界七大奇景的风采。